会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5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伟美玲等18人，主席管稳碧玲。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增列部分共计31案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1至5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共6案；二、请愿案件依请愿法第4条共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含附请愿人；二、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共20案，函准权责机关处理进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无异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15日星期五、19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张玉梅等拟具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蔡依瑜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赖瑞荣等拟具农民退休赎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至七、委员汤惠珍等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替代役实施条例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八、委员审发费等拟具内政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九、委员叶玉兰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一、委员吕玉玲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二、委员陈伯威等拟具国家情报工作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十三、委员谢依凤等拟具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五、委员陈秀宝等拟具博物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六、行政院函请审议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合作促进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执行协定交外交及国防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十七至六议事，陆委会、教育部、客委会、原民会、文化部、科技部、卫福部、劳动部、环保署、农委会、公平会、经济部、内政部、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法务部、监察院、交通部、通传会、工程会、运安会、经管会、财政部、侨委会、主计总处、海委会、故宫博物院、外交部、国防部、审计部、国奥会、中选会、中研院、原能会、人事行政总处、考选部、保训会、总统府、全序部、退伍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六一五、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事项业境处理完竣及查招案。六一六至六一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交通等委员会函位于行政命令所定审查期限，请查招案。六一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续情形，请查招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至三、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审查。原住民族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至六、委员林楚英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至九、委员高嘉玉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信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遗产及赠与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三、委员周春明等拟具刑事诉讼法二案、刑事诉讼法施行法、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文化艺术讲座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十五至十六、委员王美惠等拟具警械使用条例都市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七、行政院函请审议警械使用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十八至二一、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劳动基准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廖国栋等拟具华东地区发展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二三、委员马文君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四、委员万美玲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叶玉兰等拟具中央警察大学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审查。二六至三二、
委员谢一凤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务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警械使用条例》、《户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老人福利法》、《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33-36难民法》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废止行政院主计处组织法》、《废止行政院主计处电子处理资料中心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37-42环境资源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贪污治罪条例、中华民国刑法、中央法规标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部分，以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报告事项没有委员登记发言，议程草案报告事项，执行事项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院会通过。二、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3-5院会通过。六、建请本院做成决议，提出各国家语言兼资通译服务及培育各国家语言通译计划，以避本院委员以母语问政情况决案。议事处增列7国民年金法条文修正案、8公共卫生司法草案等案、9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台湾营建研究院、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109年度预算书案；10建请本院与民间协力推动开放国会行动方案，促进台湾与世界各国国会外交交流，各国国会透明化成果情况决案。宣读完毕。讨论事项已宣读完毕，请周委员、村民发言。谢谢主席。那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事项，民进党团拟请立案顺序如下表9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议案名称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请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1公共卫生司法草案等案，2国民年金法修正案，3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109年度预算书案，4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109年度预算书案，5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109年度预算书案，6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09年度预算书案，7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5家109年度预算书案，8本院委员林长佐等人建请做成决议，建请本院与民间协力推动开放国会行动方案。9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案，宣读完毕。报委员会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请问对周村民委员提议有异？没有异通过，讨论事项修正通过。报告委员会有无临时动议？没有，谢谢大家，散会，谢谢。